每一个人在每一个领域，每个人对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事情去做。我觉得这个可能这个事情很适合我，这件事情很适做 R&B 或做 Soul 这件事情，也许它很适合 TRA。So TRA is very lucky。有的时候我也会看到他们会说啊，以前听 Tia 唱歌真的就是觉得好烦啊，听不懂，然后他在干嘛，就是但他们说哦，现在听好像能听懂了，然后就哎哦哇，我原来个相见恨晚哦，我怎么才听懂他，就我会看到这种话的时候会觉得啊，就是这种坚持和这种对，就是一切都还蛮值得的。我真的很幸运，就是可以找到遇到自己的喜欢做的事，而且可以有这个机会去把它做好。我觉得这个我就必须要坚持，我一定要坚持，因为我觉得我太幸运了，我可以感受到这种音乐的魅力和能量，而且我可以学习它。我的声音就是已经是一个乐器的感觉，我怎么融在音乐里面，我怎么配合和弦，我怎么配合这个歌词，怎么配合这个感情，都是需要我去思考的一个事情。我的咬字，我的语气，我怎么传达出来之后让人听上去是舒服的。除了表达自我以外，我希望让大家听到一个很舒服的感觉，很浪漫的感觉。我到现在其实我在做的事情其实是我一直都在做的事情，我也没有改变。我觉得改变的是观众，我觉得我没有改变。没有 thought， 是因为我坚信只要我做好了今天，我的未来不会太差。所以我会觉得 follow， 就是我做好每一个我现在要做的事情，我的未来自然就会来，自然就会有一个样子。如果我提前想好它是什么样子，我觉得有点无聊。我会觉得我喜欢顺其自然。